曾经我也以为走遍世界非常遥远，可原来不敢妄想的青春充满了可能。趁着毕业，趁着暑假，趁着青春去旅行吧。 旅行好帮手之手，莫过于房车了。为此，飞翔房车特推出6月毕业季房车快乐行为主题的活动，活动期间成功订车者即可立减2个 W。 我为大家主推的一款房车，就是基于依维柯欧胜底盘打造的 T 型小额头房车。 搭载 3.0T 的排量， 8AT 的自动挡变速箱，也是咱们飞翔房车的人气王房车。本车长5米99，车宽2米3，车高2米98，蓝牌 C 照即可轻松驾驶。车身是一体成型的壳体，隔热性能非常好，为我们阻挡烈日炎炎。 航空座椅带有8项可调节功能，玩累了想躺下就躺下，轻松而且自在。折叠形式的升降桌不占空间，而且非常实用哟。1米3乘以2米的固定大床，床头做了软包处理，还配有大家如今都离不开的 USB 接口。上方呢多组铝合金吊柜，解决您的储物焦虑。想带多少衣服就带多少，出去旅行再也不用担心行李放不下啦。 夏天空调当然是必不可少的啦。固定床的上方房车专用驻车空调，也是飞翔房车的自主研发的产品，具有静音节能的优点。盛夏出行呢，也要轻轻爽爽的，即刻出发吧！相约几位好友，趁着青春正好，在生而热忱的青春里共赴一场山水的约会。